你们不要再把人家家拆了。回答的好，会吗？这里没有啊。哦，我好像找错了，我好像找到是业主的。你找到业主人？没有，业主的村就是星球。哇，业主的星球有可能有骨质雕刻哦。真的吗？我现在看到骨质的东西，但是我不是确定那是什么，那是骨质的架子，也许有机会。等等，有机会的都拆一下哦。我找到一个巨无霸的门，我把它拆下来。它叫做巨无霸的门吗？没有，电子人大型门。啊，好像很神哎、欸。我等一下在家里装给你们看就知道。电子人大型门。有没有人要冬季围巾？我要。好。红色的哟，他说你穿的会很温暖。电子人法典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啊？他就是一本红色的书啊。可是他要有村庄才比较好找。哦，人我都快逛到底了，为什么没看到？可能不是这么好找。他藏在神奇的角落。不会又要再下一个吧？下一个说不定绕一圈还有其他村庄，是不是？说不定啊。好啊，可以绕看看。觉得电子人喜欢那个后面那个刺刺的树，刺刺的树。是哦，他们喜欢刺刺的树哦。你看这个星球上是刺刺的树，这个星球上后面是玫瑰耶，对吧？我走一下，我得到哎、欸，原始系列的呢。原始系列的，就是它叫做原始，它好像不是骨质两个字开头的，叫原始，不知道，就不是这样，好像找错了。骨质雕刻竟然没有，喂，继续找电子人村庄，一定有电子人法典。而且刚刚那个图书馆没有，我觉得很神奇哎、欸。对啊。我也想，你拿着那个盾牌，我想说奇怪，怎么会有物体在移动？什么物什么？你转过有没有？有一个、啊、像一个方块。哦。然后有人哎，怎么会有个方块在移动？那就是我。方个方块的午秋风。五方峰没有，这里没有，这里又有一个书架了。那个后面我都看过了。哎、欸，后面都没有。关于龙和骑士的书。那样前面也没有啊。好吧，那我现在下一个星球。这个星球最有可能了。你这个星球再找找看好了。我再找一次，抄本，又是另外一本抄本哎、欸，五号的抄本哎、欸，跟四号的抄本不一样哎、欸，多一号哎、欸，啊，书这么多竟然没有，继续收集，好多。秋风要远距离还是近距离？近距离，近距离、啊、最好是单手武器啊！单手武器，斧头，攻击斧头是双手武器啊，好像是单手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斧头好像是双手，最好是匕首啊，匕首或是剑，因为斧头一劈下去攻击力非常高。我比较喜欢单手武器，双手武器没问题，我继续找。我不知道单手武器啊，说错了。寡妇雷射枪，因为刚好你有盾牌嘛。对啊，寡妇雷射枪。寡妇雷射枪。太好笑了，这把枪的名字太好笑了。就没有，一直都没有。
找了这么多本书，竟然没有电子人法典，他都叫法典，所以他一定很珍贵。我再绕一下，还是会藏在其他怪怪的地方。通常都是在村庄里的比较好找，就村庄。有没有那个什么什么种族族人分配图啊？住在哪里这样？因为星系太多了，星系太多，目前没有。然后星系太多也就算了，星球更多。每一个星系里面不知道几颗星球，然后可能还会有杂种。摔死了！对，摔死了！啊，电子人！我跟电子人拜拜了。你还回得去那颗星球吗？哦，我在那个星球的隔壁而已，隔壁星球。所以你还回得去？还回得去，只是我要先探索完这个星球。好好好，你回去的时候再跟我讲。我摔死了，回不去啊！是摔死，有够白痴的。天啊，这根本陷阱啊！我也摔死了。什么？你知道我这边啊，它很高，然后就那个什么，它有没有？我们以为是斜坡，有没有？然后它下面斜坡斜到一半，然后下面全部是一个凹，超级大凹洞。哇，真惨！然后我就摔死。耶！你会喷火，我会喷火。哦，这里这一颗星球好酷哦，它的那个。他的房子已经毁灭了，然后是泡在水下面的。水他在告诉你，他在告诉你说那个什么，他们这边的历史。他们在告诉你，那个法典绝对不会在水里。然后这边的那个生物有点像恐龙。恐龙？哎，我看到那个了。哦，我有个星盾牌。我看到其他的，还是有看到公寓耶。这里有公寓，看你们柜子里面有藏什么？标准衣柜没东西，冰箱都放糖，冰箱都放糖，嗯，走过去，香蕉雕像啊？什么？我可以要吗？他不能拆啊，这里的东西不能拆啊。好可惜。胡子在上，有顾客。反对者护胸。霓虹瓜。霓虹瓜是什么？买一个好了。会亮的瓜子吗？不知道，就买了。觉得烂烂的。卖东西给他好了。最后。我的发下面那是什么鬼？你找到什么神奇的东东？对啊，你找到什么？地底人！你找到地底人哦！地底族群，我找他们入口在哪里？是哪一族？啊不！哎，攻击人的地底人，就单纯的地底人。对。直接挖下去，他会直接攻击人。快，按下烟冷的广告。我需要有人来 cover。好，我过去。烟冷的广告，不是。我再绕一下好了，这一个，等一下再过去。我到了。等我一下哦。这是外星族群吗？对，业主。他不是我们的种族是不是？就是不是我们可以选的种族，因为这个巨大雕像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鬼，我把它拆掉，捡起来。对，业主，这也是业主，邪恶的业主，邪恶的业主，对啊，邪恶的业主，业主的吗？可是这个跟那个业主的那个什么村庄不一样，这边的人你看到人就会攻击，不管你有没有拿武器，哦，一看到就会攻击，对吧、啊？邪恶的存在真的很邪恶。喂，来攻击！
你被攻击了吗？好，有啊，我已经杀了好几个。哦，好痛痛！说不定这里会有那个骨质雕像。下面吗？业主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业主。哦。会议记录，猿人标语。陷阱。超远距离攻击，发射飞弹，开宝箱，宝箱有什么？没东西哦。哎、欸，我跳，我跳。你以为你这样打得赢我？你们已经这么强了，哪需要人家 cover 啊？哎，刚刚人家人多势众啊。人多势众，哎呦，为什么会得退路？猿人的家，悬挂的书柜，悬挂的书柜，不晓得谁在这边睡觉。电子人的星球会不会比较容易出现那个、啊？就是地底下不是会挖一挖会挖到那个吗？类似很资讯的地方，还是好像都平，好像都还好。因为我这边一直在怀疑这边到底是业主还是电子人。所以你也有看到电子人，有电子人的东西，也有业主的东西，就底下高贵穿刺者，还有骸骨雕刻。有骨那个吗？巨大骨质雕刻吗？我在找。巨大骨质雕刻，业主雕像。有业主雕像就很有可能有哎、欸。巨大骨质雕刻，那是我们的目标之一。哦，好痛！我去，我应该可以做那个像素打速那个像素压缩机。哦，你可以做像素压缩机哦，好像我们可以把像素存起来了。好，我要回去了。OK， 应该够了。我要自杀了，因为我回不去了。啊！哇，我可以存嘞、欸，准备存小子。我期待这个超久的了。啊啊啊啊！不要，我才说我要不要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哎，切！对对对，他不等人啊，他知道你要死了，他就赶快让你死了。好了。就让我看看，你需要我忘了，我需要耐钢钉，我差三个耐钢钉就可以做了。我有吗？来，赶快，大家的钱，荷包不饱。哦呦，给你六个，感谢你的赞助，来吧，传说中的。等一下，打错了。传说中的那个吗？压缩机吗？需要钛金想买20个，等我一下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巨大的骨质雕刻，有找到？要找看，我大概知道它长怎样。20个，21个钛金想板跟那个叫什么？看一下。晨晨，你看这个。嗯，要给我吗？不要小看他。金锭，等我，等我。你可以丢出来给我。那个很简单，没问题的。等一下，金锭，插金锭，我有，可以做，可以做。大家可以来存钱啦！存钱啦！存钱啦！存錢啦，有要做出来了。来吧，像素压缩机来了。耶、yeah, ！我成功把它生出来了。一叉叉叉叉的笔记，你找到了？你做出来了？有，做出来了，可以了。耶、yeah ！可以存钱了，可以存钱了。放我家，放我家。存钱了，可以存钱了。放你家。可以存钱了，可是我们现在忘记一件事了。什么事？这集冷门又跑哪去了？冷门在我家。